哎，我这。提醒你，我们这个个案因为房子漏水啊，那由我们这个恒山行善团队的团长那号召啊，来做修缮的房子的工作。我们县府非常感谢那行善团对于我们民众需要救助的方面爱心甚举，所以在这里呢感谢恒山团队。今日我们北斗分局很高兴能够结合我们辖区里面各大慈善团体一同来做爱心北斗分局秉持着为民服务的精神对于辖区内弱势以及需要帮忙的家庭呢，我们都会来倾力相助这个案子里面的赖先生他本身是中风行动不便，另外他的住家呢，每逢下雨天的时候一定都会漏水造成他的居住环境相当的差不佳那他的子女呢，在媒体上知道了我们北斗分局的志工中队长黄中队长急公好义热心助人立即来联络我们黄中队长。中队长在知道之后也是马上的就来到我们这个现场来做勘察并且在今天联络我们分局以及我们在场的各位慈善团体一同来以实际的行动来帮助赖先生，来协助他将这个房屋来做修缮提供赖先生一个舒适以及安全的住家。这个案哈，是你按住上伊本身上中风还行动不方便，今年个雨水较侪哈，所以特别啊落雨伊内底就一世界拢在滴水，因查囝看到媒体报道哈，就打电话来找我呢。来看了解情形了，就招咱保台地区这边一挂慈善团队来个厝顶个个许下个拆掉啊个换火车棒个呢。即个话感谢哈，咱社会处即个原来有跟斗协调哈，伊迄个暗道遐会当个再去一个对峙场个呢。刚好的第二次做法